香港其实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，但是就不是很多人留意。为什么呢？是的，因为大家都只是望着很多不同的长方形。还有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过，假如你在中环走过其中一个人身边，他见到你走快一点就会走快一点，你再快一点他就走得更加快，最后就变成两个人在赛跑，其实都挺好笑啊。不过不要笑人，因为我自己都是这样。但有阵时我都会想下，其实我们是不是真的只能够一直这样向前冲？难道真的没有选择？这个问题我不懂答，我只知道我很怕穷，我不想再穷。快点快点快点上啊，冲前啊！又争我马鼻。睇睇睇，你明知老豆赌钱系买睇书啦，书书声吓鬼住晒你正衰仔啊！你做咩搵个仔出气啫？你唔想输咪咪赌咯？咩啊？我生佢养佢，话佢两句唔得啊？你都打开人嚟讲嘅。打横打直都是我啱，呢度我屋企，我话事啊！阿妈阿爸，我翻嚟啦！死衰仔啊！人哋个个都系嗌咗阿爸先嗌阿妈噶嘛，你老母点教你噶？喂，系咪今日派成绩啊？攞嚟睇下。爽手啲啦！哇，衰仔搞咩啊？咁多红字嘅，读屎片啊！我真系想打你啊！冇打，冇打。你听我讲先，红色有红色好噶，红色代表鸿运当头，旺你啊，会赚钱噶。哦，你又讲得啱喎。最緊要有錢啊嘛！喂，阿仔啊，讀書唔成咧冇所謂噶，最緊要醒目啲，識揾錢啊！我知道你得嘅。有冇搞錯啊？你咁樣教仔嘅？有咩唔妥啫？你睇李嘉誠啊，佢都冇乜點讀書啫，佢幾有錢啊？嗱，呢個仔咧，好在佢夠醒目噶嘛，唔似佢啊。只是對著本書，人家說什麼他都沒有反應，好像龍一樣，有什麼用啊？是啊，你安樂吧，醫生說他的耳朵天生是聽不到的。什麼話？你告訴我，你怎樣生兒子的？他已經生個龍仔給我，你有沒有搞錯啊你？你還想罵人？兒子啊，你也有份的。收声啊你！我点解收声啊？我讲嘅系事实。啊！我打阿妈。好心啦阿妈，我会保护你同细佬噶。咁即系咩意思啊？同老豆作对系嘛？于是后来我就好俾心机咁读书。不过，唉，我根本就唔系读书嘅材料。好彩个天系公平，你屋企得唔到嘅嘢，佢就会用另一啲人俾翻你。读小学嘅时候，我遇到一个好好嘅老师，佢不断咁样帮我、鼓励我，于是我都开始发奋。可惜啊，可能个底真系太差，成绩始终都系强差人。但读书唔成，真系唔代表就注定失败噶。最重要是找到自己的方向，然后肯花时间去建立自己的路。随着自己慢慢长大，我发现我很喜欢关于经济的东西，
所以我就花時間去睇書研究，死慳死力咁樣儲錢學投資，經過好多嘅努力，總算俾我揾到第一桶金。